欢迎大家从不同时区、不同地区欢聚此刻。众所周知呢，凯利 （Kelly Health） 是一家美国生物科技网络营销公司，做的是分布式跨境电商。在凯利，我们致力于推动个人和家庭的健康与幸福。Kelly Health 依托团队创始的科研背景和产业链实体，融合短路径品牌供应链，建立分布式跨境电商平台，为全球用户输送高品质膳食营养补充剂。Kelly Health 创造长期主义、平衡共生的品牌价值观，延续了抗衰老的临床研究与科研精神。创立抗衰老始于细胞健康的品牌理念，专注细胞级抗衰老产品的研发与实践。在凯利，我们的企业使命是以挑战为使命，和你一起创造奇迹，推动个人和社会的发展，是接受无数个不可能的挑战。Kelly Health 把这种挑战定义为自己的使命。在未来，我们期望能够帮助更多的个人和家庭实现梦想。在凯利，我们的企业愿景是成为一家受人尊重的行业领先公司，研制高性价比的膳食补充营养品，满足全球个人和家庭的营养与健康需求，提高人们的幸福指数，从而获得人们的尊重。通过更加广泛的合作，建立更多用户和社会资源关系，提升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将 Kelly Health 打造成为行业标杆，领跑全球膳食营养补充品行业。那么今天呢，我们2周1次的周三啊，每个周三呢，我们都会有各界的博士、医生、科学家为我们大家探讨我们的产品。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我们的温迪老师来为我们进行紫檀奇幻火影的讲解。那么众所周知呢，我们的温迪老师啊，拥有护理系和化妆品应用学系的双学位，他是专业资深的护理教师，任学校护理系讲师及督导职务。除了课堂授重之外呢，他还经常必须带领着学生到医院进行这个实习技能的实习。然后过去呢，曾经担任台湾国家乙丙级美容训练讲师，时任职训局考试评审委员及监考官等职务。目前呢，仍担任护理教师、社团法人、人才潜能开发市场协会理事长、中华复兴党主席、特别助理、中华文化天命传承会协会理事监事等职务。那么，我们的温迪老师呢，在前几期当中呢，为我们介绍了 PQQ 清晰片 （Lifespan 脑力见）。今天，他将会从他专业的角度为大家深入的剖析我们的紫檀奇幻火影。现在，有请我们的温迪老师。好的，谢谢 Coco 老师对我的介绍。全球凯利的企业家们，以及第一次上线参与我们空中视频的新朋友，还有寻找机会创业的创业家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的温迪啊。那就诚如我们 Coco 老师介绍的，我是一个护理师，那也是一个资深的护理人员。那我5月份的时候了解到凯利的产品啊，款款经典的时候，每一次的分享呢，都让我呢非常的这个每一次分享，我都觉得非常感动，因为我们的产品都是复方啊，CP 值都很高。那因为我们的时间很有限哦，每一次我讲都有一点速度，那也占用大家很多时间。那我今天呢就不多介绍了啊，因为温迪是你们的老朋友，大家都也认识了。那我们今天来讲，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是这个幻火影哈。我先分享一下我的画面哈，我一下。有看到吗？有看到吗？这边没有看到哦，这边，没有，对，没还有没看有看到，到，没对，看到。没看到啊。这样呢？这样也没有这样看有到，吗？没有。还温迪是老有师，您吗？是换了一个号来 share screen 吗？没有啊。我看一下。你想。刚刚闪了一下，现在可以了。哦，现现在在 OK 可了。以，有吗？有吗？现在有，现在有哈，对，现在有。好，刚刚可能有宕掉一下，好，不好意思哈。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主角啊，是我们这个紫檀奇幻火影。那我们这个幻火影呢，非常的，我都不觉得哈，它是什么样的这个，我都倒是觉得它是一道啊美食啊，好像在介绍一道美食一样啊。因为我们这个紫檀奇幻火影，它有6个主要的优质
这个原料在里面，还有五个免疫包的这个配方哈，还有10项的这个抗氧化的水果包，等于全部零零总总加起来有21项之多哈。那它是全能的抗氧化，为什么讲全能哈？就是你全部的器官八大系统，它的自由基它都可以抗氧化掉哈。那也可以全面的提高我们身体的免疫力，那补充我们身体的营养。好，那我们呢是一盒盒装的哈，盒装就像画面这个有一盒有30包，每一包有30cc 哈，所以我把它叫做6+15高端呈现的一个悬浮凝胶复方养生的圣品哈，我们今天就来讲它哈有多么的高端。那我接下来的这个内容会以4个部分来跟大家分享哈。第一个是原料配方哈，原料优质的原料跟配方。第二个是我们的生物科技的制造技术。第三个是产品哈。第四个是这个权威认证有哪些。那因为那个我们的原料跟配方比较多，所以我的速度会快一点哈。那因为怕大家到时候找不到，所以我几乎把我要讲的话都写在 PPT 上面了，会比较多哈。那我们第一个先来讲到我们的这个主要的这个配方哈。我刚刚有讲到主要六个哈，前面六个，第一个是紫檀奇，它每一包有100的那个 milligram 哈。第二个是这个 SOD 啊，超氧化物歧化酶，每一包有1200IU 啊每袋哈。那第三个是这个 beta 的葡聚糖哈，13跟16的葡聚糖。第四个是有机的虾青素哈，每一包有2mg 哈。然后再来就是说，这个维生素 D3 12.5 哈微克哈，再来就是这个锌这个我们是加入了这个蛋氨酸 L 蛋氨酸哈，那1:1的配方加入的哈。那跟这个呢我们是跟这个 Randa 公司，这个是品牌的这个一个 Randa 公司。那 Randa 公司呢，它在中国大陆呢，它是一个集团哈，龙沙集团，被翻译成龙沙集团。它主要是生产一些生命科学的一些精致的高端的一些哈那个医疗的用品哈，还有一些配方。那它呢，其实在我们中国大陆有7家的这个研究开发中心呢，跟这个瑞士集团呐、啊，或者是英国、美国连成一线哈，它整个全球的这个体系发展的非常好，是一个非常有名气的一家公司啊。它专门为医药行业或是精细的这个自然科学领域传授一些特别专业的服务哈。主要是一些原料的业务，还有营养添加剂，还有微生物控制等等的这些领域，所以这家公司非常有名气、哦、我们买的它的品牌芯、啊、加到我们这边来、啊、非常的优质，因为它的这个品牌芯，这家公司的品牌芯，它的吸收率超高，而且它吸收率活性也大、啊、那再来7-11项呢，这个是我们的免疫，主要是提升免疫力的一些、啊、等于是我们中国老古方的这些中药哈，很好的一些中药，像接骨木啦哈，二水胡皮树哈，紫锥菊啊，透明质酸，这个就是玻尿酸哈，还有阿拉斯加的野生蓝莓，那这个野生蓝莓里面也可以萃取到很多的紫檀奇哈。那接下来有10项之多的这个水果包哈，蓝莓、蔓越莓、葡萄、巴西莓、枸杞、樱桃、石榴、西柚哈，这个就是葡萄柚之类的哈，芦荟叶，还有这个儿茶树哈。茶多酚这个提取物哈等等哈，有这么多的这个内容哈，所以我们大致上快速来讲解一下哈。第一个我们的讲到紫檀奇哈，紫檀奇呢，它其实呢，它是在植物上面呢，它是这个在紫檀木或者是花蛤木或是这个葡萄叶葡萄藤哈里面哈所萃取出来的。那如果在果实上面呢，它主要是存在是葡萄、蓝莓、杏莓、蔓越莓、这个橘子这些哈的产生的一种植化素，就是植物它自己的抗生素了。就是植物它有时候也会受伤，但是它会产生一些植化素。像所以你看那个树上的有一些水果或葡萄，它被鸟吃了以后，它都不会，只要它不掉下来，它都不会坏掉，它会收口，因为它自己会产生一些植化素。那紫檀奇也是它们植物的一些天然抗生素就对了。所以这个紫檀奇呢，它因为是这样子的角色，所以它有抗炎、抗癌、抗氧化或镇静的这个效果哈。而且呢，这个癌症杂志有一本杂志叫
BMC 这个癌症杂志，它专门在写癌症，它就有提到这个紫檀其实它可以抑制乳癌的这个活性乳癌的这个癌细胞的活性。所以呢，在这个癌症的研究上面呢，其实不仅是全球包括我们台湾虽然很小，可是我们也一直在研究这个紫檀期，从1995年就有一些国科会的这个资助在研究那包括紫檀期呢，现在有很多化妆品上面都有加这个东西，所以它治疗皮肤病。在这个抗氧化的这个领域上面有很好的作用。那它是一种呢反式的二苯乙烯类的化合物，跟白藜芦醇的结构很相似，但是呢它的甲基呢它多了两个甲氧基被把它优化了，所以跟这个白藜芦醇相比呢它就有更好的生物利用率。那它对这个细胞膜的通透性会比较大，那因为通透性比较大，它就产生了比较高的抗氧化性，然后它的稳定性也比较高，所以它就因为优于它，所以就被称为第二代白藜芦醇，有一点青出于蓝胜于蓝的那个味道所以它跟那个白藜芦醇一样都是有这个清除自由基的功能但是呢它主要是它还比这个白藜芦醇更高一等的，就是说它是等于水果或是植物染的 毒素或细菌以后，它有抗病毒的效果那白藜芦醇呢它就是收口，它比如说我刚讲了被鸟啄了它可能会收口，但这个呢如果生病了它可以抗毒素那所以就是说因为它有这种的效果呢，有这种抗毒素的效果，所以它活性很强，那它在用在人体它就可以缓解炎症、抗氧化、抗老化保护我们心脏血管的系统那这个呢紫檀期它其实在我们中国大陆有一个紫檀博物馆在北京非常有名其实在中国古代的很多王公贵族他们是拿紫檀木来做枕头的那紫檀的这个本身它也可以当作是一种药引来炖药炖补当作中药，那它的地位很高它其实帝王拿它来这个当枕头，它是有安神、清脑、助眠等神经系统的这个稳定效果，包括我们在医院里面这些精神科的医的病人他们做一些职能治疗或是娱乐治疗或者是一些心理治疗的时候呢，或者是睡眠治疗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喷这个紫檀期的液体在空气中让它稳定一方面是稳定，一方面是消毒。那印度也是有把它称为长生树这是大致上它的历史稍微介绍一下，主要是在告诉各位它的这个紫檀的这个从古到今就已经有很多人在注意它，尤其是皇宫贵族那我们现在也不用当皇宫贵族，我们现在在凯利就有这个荣幸有这个有幸 来使用这个养生圣品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成分。那这个就我刚刚提到这个国科会从1995年开始，这是台湾的国科会。那我们的国科会，他每次提供的这个研究呢，他都是有经费的那都为期3年到5年那最短也要2年的时间那我之所以提供这个，是告诉各位，就是说紫檀期它呢为什么会你看它有这个肠病毒的这个研究就表示它对肠病毒有一定的效果，那对皮肤病的发炎也有一定的效果。那甚至呢对肾脏病或是肝脏的非酒精性的肝病的，或者是呢肺癌、胰脏癌的等等的研究，如果各位呢上网去看，或者是你打台湾国科会研究紫檀期的，它就会出现很多的将近有20种的之多的我们政府给的这一些经费的研究，那我是罗列的这大概10种甚至对抗发炎抗癌的这个机制的探讨都给予经费来研究包括气喘的作用的这个还有抽烟以后产生的肺炎的这个防治的一些机转那要表达的就是说我们的紫檀期对这些身体上的失能或是疾病或是症状都是有帮助的再来呢我们来讲一下我们紫檀期的10大功能它可以支持心脏血管系统，所以它就可以抗三高，那降这个三酸甘油脂保持肠胃道的健康，它可以防止这个肠病毒的感染所以我们国科会有一个这个的研究，它的研究报告论文非常多那如果有兴趣大家可以那个上网去看。所以小朋友可不可以吃这个？可以如果你家里有小朋友在上幼稚园的我们是6岁以上就可以开始使用我们的紫檀期，你可以每天早上给他吃一包，因为幼儿园容易感染病毒一个小朋友感冒大家都感冒那紫檀期它还可以改善它经过这个活化 NRF2 这个通路这个氧化枢纽中枢我们常常提到这个 NRF2 这个是氧化损伤枢纽我们活化这个通路以后就可以达到改善肝脏的健康的功能那再来就是我等一下还会
再讲一下这个 NRF2， 因为这个很重要，对我们很多产品 它是一个免疫系统的通路，你只要活化它以后，你所有的免疫系统都会很活跃，也可以抵抗外来的细菌。所以这个紫檀棋呢，它有这样子的很好的这个功能。那再来呢，它可以延缓脑部的衰老，在生理方面呢，它可以延缓这个退行性的脑病变，譬如说痴呆啦、阿兹海默症啦、帕金森氏症。那在脑部的心理方面呢，它可以稳定脑波，改善一些精神疾患的问题，甚至我们平常人的紧张的情绪的平衡安详什么助眠的，它都有这个效果。再来它可以提升我们胰脏细胞的敏感度，预防糖尿病，就可以改善我们糖类的代谢。另外一个的紫檀棋，它可以减少脂肪细胞它集中的生长，有一些脂肪细胞它会聚集，它会异样的生长。那这个紫檀棋它可以，为什么吃一吃会变瘦，它就是因为有可以减少脂肪细胞聚集和生长的这个功能。那它也同时减少三酸甘油脂，就是你有三高的也可以吃这个来缓解。再来呢，我们现在有这个疫情嘛，这个就是新冠肺炎，那这个紫檀棋呢，它可以促进肺部的健康，尤其是它可以在中药上面，以前的药用上它是来治疗哮喘的，就是气喘。那对皮肤方面，现在台湾有很多卖这个紫檀棋的这个乳液，或者是面膜的，有这个在调控这个黑色素，它的主要功能就是说它可以抑制在皮肤上面这个酪氨酸酶的调控，那就达到这个黑色素抑制它的功能，然后防止皮肤老化，就可以淡斑美白，然后紧实就可以防皱。再来就是说我刚才讲说我们精神科在用的时候都是杀菌喷在空气中，所以它有杀菌消毒的功能，尤其是，它会针对新的这个 T 细胞，这就是我们的那个淋巴球或是白血球，它会跟它合作，产生一些自体免疫功能提高的这个效果。尤其是对一些关节炎或是多发性硬发症的这个炎症很有效果。那它呢也是我们中医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药品，它用在止血止痛还有这个调节气血循环。那总体来讲综合以上，所以我们紫檀棋有很多的生物活性，包括它可以抗发炎、抗氧化、抗糖化、抗降血脂，预防心脏血管的疾病，那抗肿瘤或者是延缓这个恶性癌症，或者是说恶性肿瘤的发生，也可以预防神经性退化的疾病等等，这些功效。好，那刚刚有讲到，为什么我们要激活这个 NRF2 。那 NRF2 之前我们在那个 PQQ 氢气片的时候有讲到，我们 PQQ 氢气片也可以激活我们的这个氧化损伤调节枢纽中心。那 NRF2 举一个例来讲，就是说它就像是我们家里的一个警报系统，我们在家里面安了警铃，当有细菌或病毒进来的时候，那警铃就会响，那 NRF2 就会产生一个就响了警铃以后，我们就会有一个抗氧化反应元件会产生，这个东西叫 ARE。 那这个是谁的，就是家里的爸爸，我上次有举例给各位听，就是警铃响了，爸爸就站起来说哎，有细菌啊，有坏人要来我们家了，那爸爸就叫上了楼上的家人，这个楼下的家人，那前阳台后阳台的家人都叫来，也把邻居也叫来了，所以他就会把淋巴系统 T 细胞、NK 细胞、杀手细胞都叫来了。那等它活化以后，对全身的躯干都有解毒的效果，尤其对肠、肺、肾、心。那大家可以知道，肠就是这个消化吸收的这个，甚至现在还是这个脑肠轴的这个理论里面有提到，它是免疫器官，也是内分泌器官。肺是我们的解毒器官，肾也是这个我们的泌尿器官，肺呼吸系统，心就是循环系统，对我们这四个大系统的这个氧化还原的这个反应的解毒效果就很好，非常好。那当我们这个 NRF2 的通道联络所有的，联络所有的这个淋巴系统一起来对抗外来的细菌的时候呢，我们组织器官就会大规模的自主性的，它就会自己，全部活化起来，那就是把这一条 NRF2 的这个氧化通道给打通了以后呢，我们就可以达到抗氧化、抗炎症、免疫调节的反应。那这样子下来以后呢，就可以让细胞，尤其是这个肿瘤细胞或是癌细胞，它凋亡，甚至它可以把它缩小萎缩，就是把它缩小以后呢，它就不会再一直分裂这个变化，然后更多的癌细胞。所以说我们激活了 NRF2 等于是开启了细胞呢
自动抗氧化防疫系统的通道，所以我们有很多的产品呢，包括我们这个紫檀棋，包括我们 PQQ 氢气片，包括我们的一些SOD 跟 MNF 协同的时候呢，它也会激活这个 NRF2。那当 NRF2 被激活了以后，我们甚至可以把我们自己内源性的 SOD 哈，就是超氧化物歧化酶，其实我们身体本来就有嘛，会激活它，我们自己产生这个，所以这个哈非常重要。那所以我们紫檀棋有这么高的效率哈。那现在呢，如果你的身边的朋友还在吃百藜芦醇，或者你也在吃百藜醇芦醇哈，给你一个良心的建议，真的所有吃百藜芦醇的朋友哈，或者是伙伴们哈，你们大家都要赶快来看看这个紫檀棋哈，赶快要来改吃这个哈，因为百藜芦醇的效果只是紫檀棋的小一部分而已哈。那我们来比一比，我们就以四个部分来比哈。第一个是吸收跟生物活性，紫檀棋是优于百藜芦醇的哈。很多的每一个的研究报告哈，像我们老板他是很佛心，他在写说这边的生物利用率，这是公司的资料哈，他说是66.9哈。其实我们吃完一个小时以后，紫檀棋的这个血浆的浓度，抽血的这个浓度比百藜芦醇高出36倍哈。其实有的文献是写40倍哈，我们是写36倍哈。那生物利用率哈是66.9，其实哈我们的紫檀棋的生物利用率，很多的文献都是写80哈。那我们是写少一点。那百藜芦醇呢，其实也没有那么高啊，其实它真正的利用率只有20，但是我们是拿最高的那个血哈，29.8，所以它的一比之下哈，它的这个 CP 值一比之下哈，就是马上哈见高下，而且这些都是有文献报道，都是有临床数据，都是有实验的哈。那在神经系统和认知的方面呢，紫檀棋也优于百藜芦醇哈，因为那个紫檀棋它可以活化我们身体的一种哈过氧化物酶哈。那我们这个过氧化物酶呢 ，PPAR 这个 alpha 呢哈，它活化这一个哈，它是有一个家族，但是它就是活化这个 α 型的，那这个 α 型呢，它可以调节脂肪代谢、炎症反应哈，提升这个我们的免疫功能，让我们的细胞呢分化作用能够正常，对肝脏的保护很大。所以如果说你肝脏不好，不管是 B 肝或 C 肝，或者说你是代原者啊，或者说你经常觉得肝功能异常啊 ，GOT、GPT 比较异常的哈，熬夜就会异常的那一种。好，那你也可以来试试我们的紫檀棋哈，它有这样的效果，对肝脏的保护非常大哈。所以呢，这个百藜芦醇呢，哈，比紫檀棋的在这个认知系统与神经保护上面呢，就略逊一筹哈，在这方面哈。那第三个来比较，就是说它的抗氧化性，他们两个都有一定的抗氧化效果，可是呢，可以这个紫檀棋的可以让我们身体内源性的一些这个。我们 SOD 有三种形态存在嘛，它可以增加这个锰的表达哈，那这个呢可以增加我们的这个锰的表达的时候呢，我们的自由基就会少一点，我们身体的器官的一些譬如说我们 DNA 的修补方面就会多一点，等于是说我们好的这个自由基会平衡一点哈，这个紫檀棋有这样子的效果。再来第四个，调节炎症方面紫檀棋也优于百藜芦醇，因为呢体内的应激条件产生下会有一种叫 JNK 酶的这个，那 JNK 酶呢是一种应激活化的蛋白酶，那我们紫檀棋呢可以有效的哈调节它，让这个 JNK 酶就是这个产生炎症的这个酶下降一点啊，那百藜芦醇对这个的效果就没有那么明显哈，那这些都是有研究报告的哈，所以我们写上来跟各位分享。所以大家如果身边有在吃百藜芦醇的人，真的要好好的推荐，因为价格差不多哈，性价比比较高，那它的这个功能又比较多，然后它现在这个我们讲嘛，手机都会更新，网络也会更新，脑袋会更新，那我们的医学产品跟这个保健品也是要更新。所以以前我们都吃百藜芦醇，现在我们吃 NMN 嘛，所以百藜芦醇既然这个紫檀棋它已经有多了两个这个氧甲基化把它优化了，那我们应该要来吃这个。好，其实温迪的家人其实3年多前就没有再吃百藜芦醇，因为知道已经知道有比这个更好的所以给大家参考。那第二个优质的原料，我们加入了 SOD 超氧化物氧化酶，那这个是我们母公司的旗舰原料产品大家也知道我们除了有 SOD 还有 NMN 那因为它也是我们的成分之一，所以我们也来为它做介绍它是一种
富含金属活性的蛋白酶、啊、它非常的专一性，而且效率很高，可以有效的清除身体的自由基、啊、它分布在广泛的分布在生物的体内、啊、我们自己的身体自己也会产生，但是、啊、数量不多、啊、那以前是从牛血牛肝里面去萃取到的，那因为成本、啊、比较高，而且对于这些动物性的东西呢，它有蛋白质，所以有一些过敏反应呢比较危险，所以后来呢，就从植物中啊去萃取这个 SOD， 那它的安全性就增加了比较高的安全性。那 SOD 它的形态啊，它有三种，一种是同心型的 SOD， 它存在立腺体和这个细胞浆液，人、动物、植物都有这一种同心型的。那锰型的 SOD 呢，存在立腺体和细胞质，所以刚刚讲只谈其可以活化这个锰型的 SOD， 所以它是去立腺体里面活化我们的这个锰型的 SOD， 所以表示我们的只谈其对立腺体的这个帮助是很大的，所以它会活化锰型的，在人和动物、植物或是藻类呢都有这个锰型的。那铁型的 SOD 呢，它是存在细胞膜。好，植物、微生物或蓝藻、绿藻类，哈，都有这个铁型的，哈，这个都是来抗自由基的，好，这不管哪一型都是来抗自由基的，好，那第三个呢，重点呢，讲到 SOD 呢，它是一个可以加速我们的身体毒物的代谢，哈，尤其是铅啊、砷啊、锰啊这些哈，包括这个汞哈，而且它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那第四个，他吃多了，他也不会吃久了，也不会有依赖性哈。有人问说，我们吃你们的产品有加 SOD 的，吃久了我不吃，有一天会不会精神就是散涣哈？其实是不会的哈。他甚至不会，还可以清除一些长期滥用药物所产生的毒副作用，比如说像吸毒的哈。其实国外有很多的戒毒中心，它是用这个 SOD 哈啊，这个鸡尾酒疗法加进去啊，帮助一些毒瘾患者哈。那第五。到第九个哈，我觉得比较重要，大家可以哈了解一下啊。SOD 的出现以后，它被全世界称为长生不老仙丹哈，那被医学界称为养自由基的唯一清除剂哈，那被社会科学界呢称为人体垃圾的清道夫啊，被自然科学界称为神奇魔力的酵素，在欧美各国呢，是称它做人体的软黄金哈。那很重要一点哈是。是口服的化妆品。假如你没有时间哈，每天上班很忙或工作很忙，或是忙着小孩哈，蜡烛两头烧的职业妇女啊，你应该要吃哈我们的产品哈。这款产品哈，除了我们的青春丽鳞片以外，这个有叫 SOD 的哈，你吃了以后呢，你的这个本来胶原蛋白呢，大家应该可以慢慢体会到哈，我们有伙伴吃了以后，觉得他的脸的胶原蛋白有一些脸颊凹陷，有没有？年纪比较。年长步入中年，我们的脸颊会比较流失哈，那个网状纤维和弹力纤维也会慢慢的减少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有一点土石流要垮的那个征兆来了哈。那这个呢是一个口服的化妆品，假如你瓶瓶罐罐很少再擦的，也很少敷脸的，真的需要哈有一包的这个养生圣品，除非呢。除了活化你的其他的这个器官以外呢，也顺便帮你哈，把你的这个脸呢、啊、给做美了哈，等于是你的这个金店面，脸是一家金店面嘛，脸漂亮的哈，就是别人的第一印象。那它这个当做口服化妆品的这个它的这个原理呢，就是可以活化真皮层的三层的结缔组织哈，包括胶原蛋白纤维、网状纤维和弹力纤维哈，这是我们加入第二个的 SOD。那我们凯丽的 SOD 是从哪里来的哈？也要讲一下哈，因为这是我们母公司的这个旗舰原料哈。那我们这个2018年到2020年这2年当中哈，美国的国家的这个海洋局和气象局他们呢做了一个海底探勘的专案计划。那这个专案计划哈，这个名称你在网络上打，你就可以看到很多的描述哈。那我大致讲一下，它这个侦测就是在大西洋海平面底下的2100米的。海底热泉哈、啊、发现了一种神奇的嗜热藻哈、啊，那就是说他们这个探勘计划呢，他们这个嗜热藻不是去拿那个藻类哈、啊，那这个嗜热藻呢是拿那个火山口旁边的这个岩石，那把岩石拿上来以后，那岩石上面有海藻哈、啊，那我们 FOE 的科学家呢是对这个藻类的这个进行基因解码，那这个嗜热藻它这个。啊，海底的这个温度呢是464度，大家知道啊，我们的这个滚水煮沸就是100度嘛。那464度为什么会那么高哈？因为它这个海底，我们知道这个地球的中间是岩浆，那岩浆呢，它在海底的话，它岩浆的温度呢都可以到1000度、1000多度嘛。
那它为什么会464啊？它就是因为它这个1000度的这个地壳破裂以后，海底的这个地壳破裂以后，等于海底的火山口，它的那个岩浆流到海里面，冷却以后，然后又流回流到它的岩浆区，然后再回流出来。那大家去想象啊，如果你的锅子去炒饭或煎蛋很热很热的时候，你快炒很热的锅，你拿到水龙头冲的时候，是不是一道黑烟或是一道白烟跑上来？就是这个原因哈，所以它有海底黑烟囱。当它回流回来海底，好，又回去它的这个的岩浆水的时候，它就会产生一个这个温度的差别。好，所以你看到、啊、这个四热藻，它竟然能够在这个464度火山口的岩石上面附着生存。哈，那我们的科学家呢，解码以后发现，这个海藻里面有一种耐高温、耐强酸、耐强碱的 SOD， 就是超氧化物歧化酶，也是我们身体自己会产生的这种酶，但是很少，需要补充的，那不是就很好吗？所以这个东西在一个很恶劣的环境下，它竟然还能够生存，它所以它有深海的软黄金的美名，好，这样的称呼哈。我们凯利是拿这个啊，大西洋底下平面，大西洋海平面底下2100米、464度的热泉的这个四热藻来做原料的哈，所以相当的珍贵哈。那在这个八年当中，2012到2020年这八年当中，有这么多的文献哈，我罗列了十几种给大家参考啊，表示 SOD 有对这些都有改善的功用啊，这些都有文献报告啊，譬如说哈，它可以抗衰老，好，代谢毒物。汞、铅、好砷这些，还有酒精中毒啊，它可以尤其是这个皮肤美容这个文献最多哈、啊，它可以这个中和紫外线的 UV 辐射，那对于青光眼、白内障这眼部的肌肉的眼部的这个基底的这个血管虫的活络哈、啊，它有改善的功用，然后对于循环系统哈、啊，可以这个防止高血压、高胆固醇、心肌梗塞、中风，还有这个退行性的疾病哈、啊，像这个。老年痴呆、阿兹海默症、帕金森氏症、啊、它都有改善的功效、啊、那还有去挂新陈代谢科的所有的朋友、啊、其实都可以来使用我们这一款紫檀奇、啊、因为里面含有 SOD、啊、当然我们青春丽鳞片也可以，它还可以帮助这个胰脏的这个细胞活化、啊、就进而达到、啊、减缓糖尿病的这个功效、啊、对于肝脏呢，它还有这个肝炎肝硬化的这个还有这个改善和防治的效果、啊、再来呢，肠胃系统的一些溃疡炎症、啊、还有呼吸系统可以减低肺动脉压力，增加呼吸功能，比如说肺出血或是肺纤维化、啊、肺炎的人、啊、还有这个可以改善睡眠、啊、然后可以这个化疗副作用恶心呕吐掉头发，这个它可以让它这个症状减少，还有第二次要手术的时候、啊、产生了一些 会产生很多自由基，也就是说手术之前你多吃这个，你自由基会少一点，伤口愈合会快一点、啊、再来它就可以缓解这个妇女氧化压力的三种危机。那妇女呢，这个氧化压力的三种危机其实它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啊、很多人都在探讨女性的三种危机、啊、就是皮肤斑点、啊、会有皱纹 啊血液循环不良，可能月经不来啦、啊、更年期障碍等等、啊、那加上因为这样子它就达到一个抗衰老的效果，所以它有这么多的研究的这个文献、啊、都在说明 SOD、啊、对这些健康有帮助、啊、好，那我们、啊、讲到一下 SOD 对人体的重要、啊，它最后呢是把它呢，你 SOD 在身上跟我们的活性氧、最毒的活性氧或超氧阴离子的这个自由基哈，它一起结合以后呢，就变成过氧化氢和氧，然后到最后都会变成水。好，所以它有人问说有没有什么毒性依赖性，它没有，它到最后就是变成水排出体外哈。所以呢我们生物体内的 SOD 的含量是衰老和死亡最直接的指标。那很多的国家呢都对这个东西呢 SOD 呢做药品的研究哈，开发而且也做临床试验哈。那这个 SOD 尤其对心血管系统啦、啊、哈，对这个胃部的循环系统啦、啊、或是神经系统啦、啊、哈，以及癌症这些哈，都有很好的防治哈。这个给大家参考一下。好，这是我们加入的第二项的产品的原料哈 ,SOD。再来呢，第三个优质原料我们加的是 beta。E3 跟 E6 的葡聚糖哈，那葡聚糖是什么哈？葡聚糖是一种多糖体哈，它是在生物的细胞壁上面附着的一种多糖体，那它是一种水溶性的膳食纤维，
那个呢，它是存在细菌或是真菌或是藻类的一些细胞壁上哈。那它又有几个不同的那个贝塔的糖苷链接在一起啊，形成是线状或枝状的结构啊。那其中那个酵母菌里面的贝塔葡聚糖含量最多。然后像我们平常所吃的这个燕麦或大麦哈，这种谷物类呢，它的贝塔葡聚糖就是13或14的这种链的这种模式。那我们的13和16的贝塔的这个链接模式呢，大部分是来自像蘑菇啦、酵母磷脂哈类的。那我们凯利的呢，是用酵母的哈，是那一种生物酶发酵法取得的这个葡聚糖哈。所以呢，我们的这个是等于是素食的哈，大家就不用担心说，哎，我吃到这个是不是是从哪边来？它是素，它是生物酶发酵法所产生的哈。那这个呢贝塔一和贝塔一三一六葡聚糖呢，它是属于哈生物反应调节剂的一种哈。那这一类的物质呢，它能够促进我们呢身体的这个炎症的恢复，然后免疫系统调节，然后进而对抗这个癌症，或者是说有感染性发炎的疾病呢，或是其他的这个炎症的疾病呢，它都可以用这个来做一个调节剂哈。那所以说呢哈。像我们这个有那个侧枝链，刚刚讲1314这个有没有？这个侧枝链的次数和长度哈，被证明对生物活性有很重要的意义。一般来讲，这个分支程度如果越高，它的生物活性就越强。那常常被提到的它的这个贝塔葡聚糖的这个功效有像增强免疫力啦、抗肿瘤啦、抗菌啦、抗病毒，或是伤口愈合等等，葡聚糖都有很好的效果哈。那我们呢？这个如果说我们从酵母中去提取这个贝塔13或16的葡聚糖呢，活化我们的免疫系统以后呢，它就会跟我们的巨噬细胞和中性白血球 T 细胞等等一起结合，然后加强哈我们这个扑杀细菌病毒的能力。所以呢我们甚至还有科学的这个文献报道研究哈发现，就是说贝塔13和16的葡聚糖呢它活化嗜中性白血球以后呢，它还有辨识癌细胞的能力。那它辨识到了以后，它还可以杀死癌细胞。所以这个葡聚糖13跟16，它其实是功能性很强的一个免疫系统的一个哈补充剂哈，非常好的一个补充剂哈。这是我们第三个加入的原料哈。那我要讲一下哈，我们要来讲一下葡聚糖，我们吃下去以后，它怎么样来启动我们的免疫哈，让各位了解一下。那我们贝塔13跟16的葡聚糖的免疫活化，主要是借由刺激我们回肠的淋巴组织哈，引起巨噬细胞跟中性白血球的作用。当我们吃下这个紫檀奇这包以后，它里面含了这个成分，它就会进入我们回肠里面。回肠有一个区块叫裴氏斑块，那这个裴氏斑块是干嘛的？裴氏斑块呢，这一块呢，它就是主要呢是让很多的这个 B 细胞，就是我们的免疫细胞，它成熟分化的地方。那当你这个东西进来的时候，它裴氏斑块它是军队，它就会觉得说，诶，奇怪，我这个军队的军营里面为什么有外人来了？好，贝塔葡聚糖你来干嘛？它就会活化起来，它还会叫它其他军队说，诶，起床起床，怎么有人来我们的军营里面干嘛？好，那就因为这个贝塔葡聚糖进来以后呢，它就活化它的军队。甚至他就通知他的其他的这个所属的营队哈，包括淋巴结、骨髓、胸腺哈，一起哈，因为这个贝塔葡聚糖到达以后，他全部活化，那包括白血球里面有一个 CR3 接受体哈，也在回肠里面。所以我们上次有讲到这个益生菌，就讲我们肠道是我们这个人体的第二个大脑，也是 75% 的免疫细胞接受器的这个根据地。所以大家看哈，你看我们这个贝塔葡聚糖还是要到回肠里面去被吸收哈，那它也是要跟我们的免疫的这个 CR3 接受体结合，那就活化了我们这个免疫作用来抵抗这个细菌哈。所以举个例，我有下面有写，大家可以看一下哈。举一个例来讲，这个贝塔13跟16吃进去以后呢，它这个就会提升身体的免疫机转，是把它比喻作是免疫系统比喻作是警察，那外来的致病菌是小偷好了，平常都没有维安演习，好像我们一清专案的时候抓到一些大哥或是送去绿岛的，他们是不是都躲在那个三温暖或是卡拉 OK 唱歌抓到的？那你平常如果不维安演习的时候，是不是警察不会临检，是不是抓不到？
所以躲藏在黑处的小偷和坏人就不容易被警察发现。但是如果我们服用了的 beta 13或16的葡聚糖的这个多糖体以后，就像是身体进行一场危安演习，激励了全身各处的地方，小区的远景，好、啊、巡逻，加强巡逻，把坏人一网打尽。所以服用 beta 13、16葡聚糖就能够增加身体的免疫力、啊、它是这样子经过这个回肠的这个培氏斑块来启动我们的第一层的免疫系统，准备作战杀敌啊，那把我们的活化我们的巨噬细胞，就是我们白血球，来杀这个细菌或病毒，是这样子的哈。所以贝塔葡聚糖，在外面单卖也是很贵的哈，非常贵的哈。那这个它有一个八大调节的功能哈，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哈。它有调节这个免疫力哈，尤其是感冒哈、上呼吸道感染哈，这个哈，这个文献的有分析哈。上呼吸道感染就是普通的感冒哈，能够显著的降低这个发生率，而且发生的次数也会减少，好，时间也会缩短，而且可以改善症状，好的，它的那个严重的症状的程度，甚至它可以改善哈，因为感冒引起的鼻塞的睡眠的状态，好，这个也是有研究的哈。再来，它可以有益血糖的调控哈，大概3到8周就可以明显的看到哈，空腹的饭前的血糖跟这个糖化血色素的这个指数哈，都会慢慢的下降，好，也会达到慢慢的。就达到你想要的这个数据哈，会维持到正常。那有益这个血液里面的血管里面的血脂的调节啊，尤其是哈，它可以降低总胆固醇和坏胆固醇的量啊，避免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那这个呢，就这个整个文献呢，就刊登在这美国的营养学的杂志里面，写得很详细哈。有兴趣的大家可以去看。那可以减肥哈，可以降低我们身体的这个 BMI 哈，就是我们的这个质量指数哈，还有可以降低我们的体重哈。这有这个哈，第五个，它可以作为癌症的辅助治疗，好，那可以让我们的白血球，白细胞就是白血球哈，它那个快速，因为我们做完那个化疗或放疗的时候，都会杀死一些好细胞嘛，那最怕就是白细胞减少，那减少的时候就容易感染，但是呢，你如果有补充这个贝塔葡聚糖的时候，你白血的白血球的这个数量啊，会快比较快一点恢复哈，那它也会让 T 细胞和杀手细胞呢，的活性高一点，来帮助对抗癌症哈，那可以改善睡眠，可以缓解炎症，所以呢，以上种种呢，表示呢，贝塔葡聚糖它对这些有功效的，像这些症状哈，像这个过敏啊、气喘啊、慢性疲劳症候群或糖尿病、肌纤维痛或是高胆固醇等等症状，都有研究报告哈，所以贝塔葡聚糖有这么多的功效哈，给大家看参考。好，第四个我们加入的东西是有机的虾青素哈。那以后大家如果看到虾红素或是外面卖电包藻黄素，好像很珍贵哈，其实都一样，或是藻红素或是虾青素都是同一个物质哈。它只是名称不一样，其实它都一样哈，它是天然的一种类胡萝卜素哈，存在这个鲑鱼啦、虾蟹鸟或藻类哈。那同样的哈，凯利的是用藻类来提取的哈。那这个呢，在1938年呢，有一个古博士他就在龙虾发现，然后那时候被翻译的时候就翻回虾红素哈，但是它其实有很多的别名，都是指同一个物质啊。那我们凯利呢是选取有机的虾青素来，我们的来源是这个雨生红球藻哈。那我们雨生红球藻哈，其实它我们这个虾青素它有分左旋跟右旋，好，那个右旋的呢其实是没有效果的。所以你如果去买到这种吃的是没有效的。那为什么要用雨生红球藻？因为雨生红球藻里面才有左旋的，那左旋的虾青素才会被我们人体所利用。好，所以呢，我们这个呢也是从这个藻类萃取的，完全是素食的，所以可以安心使用。而且我们这个产品也有素食认证哈。那用素食的有个好处就是说，可以避免胆固醇和盐分和重金属的这个危险哈，有这个好处哈。好。那我们这个呢，我们来科普一下这个虾青素。刚刚讲哈，虾青素它是处在阳光很恶劣的环境下，为了要存活下去，所以雨生红球藻就分泌出一种植物性的抗氧化虾青素哈。那这个虾青素呢，是属于类胡萝卜素的家族哈。那鱼虾生物吃下这些藻类后，它的外观或肌肉就会呈现像橘红色的，像鲑鱼啊，它也有很多的这个虾红素啊，虾青素。就因为这样子变成红色，所以就叫它虾红素哈。那雨生红球藻是目前所知道主要的虾青素生产来源哈之一啦。其实哈，
外面很多人在卖磷虾油，大家应该有听过，磷虾油里面也有虾青素，但是呢，磷虾其实磷虾它没有从这个雨生红球藻去萃取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要到海底去拿，第二个磷虾它可能用网或是机器比较好捕，可是这个其实是很不好的，因为磷虾是企鹅的食物链。假如呢，我们吃虾青素，它里面是用磷虾油做的，那之后久了，其实对整个大环境都是不好的，因为企鹅的食物就没有了嘛，影响很大嘛。后面的一连串的影响就会企鹅越来越少啦，好，那就变成有一些食物没有了，然后这个环境也会污染，因为那个虾那个磷虾它可以清除一些那个海里面的一些脏污，它有那种净化的功能，好，所以呢，我们还是用雨生红球藻这种目前最好的、最安全的，而且比较不会破坏环境的这个哈，来吃虾青素会比较好哈。所以科学家呢，从雨生红球藻萃取到的虾青素，它的抗氧化能力呢是贝塔胡萝卜素的10倍哈，这个是有研究提到的。那叶黄素的200倍，那维生素 E 因为是很早期的这个营养保健品嘛，它分子比较大，是它的500倍哈。而且还能够激活 NRF2 抗氧化通路，所以你看我们这一款产品哈，它多么的高性价比啊！紫檀奇也可以激活 NRF2 哈，这个氧化枢纽哈。那这个虾青素也可以哈，PQQ 也可以哦。其实我们的产品真的是，如果不了解哈，会觉得它只是一种保健品，可是你了解以后，你会发现太令人赞叹了哈。所以呢，虾青素因为不能在人体中自行合成，所以我们哈要从保健品来补充哈。那综合以上，虾青素因为哈很厉害嘛，很多的这个功能，所以又被称为超级维生素或是维生素 X 哈。这个是虾青素的一些资料哈。那虾青素呢，它的这个生理作用呢有好几个哈。这是第一章哈，保护神经哈，脑神经改善认知功能哈。它可以通过血脑障壁哦，好，它所以它可以带营养进去大脑里面，所以能够通过血脑障壁的，就是那个 αGPC 我们的脑力键呢啊，还有这个紫檀奇的东西也可以通过血脑障壁，所以它就带给脑部和中枢神经系统一些抗氧化的益处哈。包括哈，它可以预防一些老年痴呆症、帕金森氏症，只要它能够通过血脑障壁，对脑部和神经系统的这个保护就非常的好哈。很多的产品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个的哈，甚至它还可以做到哈眼睛抗氧化的功能，所以可以改善视力。所以有很多人在吃虾青素，因为他的眼睛不好，在吃这个有没有？那通常这个研究报告就是，你如果吃叶黄素，大概要3到4周，你的眼睛的视力会改善哈，就是。科学家用这个人这个对照组跟这个安慰组跟这个试用组来三组来比较，如果说你吃虾青素的话哈，你大概3到4天就会改善，可是你如果吃叶黄素大概要3到4个礼拜，快的话就是2个多礼拜哈，这个也有文献报告可以看哈。再来，它可以照顾血管，维持心脏健康，增加这个 HDL 哈。就是好的胆固醇来降低动脉硬化哈，增加免疫反应，可以预防心血管的疾病哈，还有这个神经系统的退化啦，或是免疫的缺陷都可以达到哈预防的效果。那在恶性肿瘤方面，虾青素有抑制癌细胞分裂的功效哈，那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它就会控制它，不要让它一直分裂哈。好，那这个第二个哈，第二章的里面写到哈，它可以改善皮肤斑点，所以有很多那个虾青素面膜现在有在卖这个哈，增加皮肤弹性润泽，好，对紫外线呢，这个可以降低它对紫外线的这个对细胞的伤害啊，也可以呢，抑制呢发炎物质 NFKB 的这个活化信号哈。那 NFKB 有什么？它是一种启动体内免疫反应的一个开关哈，它又叫做核因子哈。KB 啊，是一种控制 DNA 转录蛋白质的复合体，它存在哈所有的这个类型的细胞当中，所以呢，当我们呢，它有一点像家里的妈妈 NFKB 哈，谁发烧了它就进进出出了，谁在外面惹事了它又要去帮忙，所以如果 NFKB 没有调控好的话，好就会常常出现一些这个细胞发炎啊，感染的症状，比如说牛皮癣啊，类风湿性关节炎，克罗恩氏症。克罗恩氏症是一种黏膜的病，像从嘴巴到这个肛门都是黏膜嘛。
就是黏膜常常破掉发炎啊，好，口角炎啊，或者是肛门或是溃疡啊，肠炎啊，所以 NFKB 呢，它是一种免疫反应的一个开关，如果你把它调控得好的话啊，那你就可以降低这些免疫细胞的风暴，那我们虾青素就能够好好的调控这个 NFKB 的这个活化信号，所以虾青素也是很强的，是因为它有这样子的功能在这里面哈。好，再来，这个给大家参考一下，有很多的这个文献有写到很多了哈。那我大致罗列了这几点哈。那这个呢改善皮肤这么老化、二型糖尿病，改善精神疲劳，有益肾脏功能，改善氧化压力、认知，保护声带哈，改善消化不良，这个等等这么多哈，调控血脂哈。调节免疫那个还有这个骨关节对它都有关节炎有帮助等等所以还有最近的有一个报道在健康杂志上面，他说对抗新冠肺炎强大的抗氧化剂虾红素能够抑制新冠肺炎病毒的这个 MPOR 的这个繁殖这个什么它是主蛋白 ,PO 是 protein 的意思新冠病毒它也有细胞的那个蛋白嘛。它的主蛋白会被，如果你有吃虾青素的人，会抑制这个新冠病毒的主蛋白繁殖，它的效数降低了，传染力就降低了，所以你就不会得到了。它现在有一个报道在健康杂志说的是这个，好，给大家参考一下。五个成分里面呢，我们加入 D3， 那我们的这个藻蓝益生菌里面也有 D3 胆钙化醇，所以大家应该对它不陌生。而且 D3 呢，最近也有医生在这个媒体上面说，你身体的 D3 不够。那个呼吸系统容易生病，那也容易感染新冠肺炎。所以呢 ,D3 其实是维他命D 哈，是一种照这个晒太阳就得到的，所以叫它阳光维生素哈。那 D3 呢是 D 的衍生物哈，那维生素 D 它会衍生出两种哈，一种是 D2, 一种是 D3。那 D2 一般是植物比较需要，那 D3 的活性利用率比较高，是我们人类比较需要的。所以呢这个我们这个 D3 呢，它除了跟我们的骨质这个密度有关以外，它对那个肠道的钙镁磷的吸收呢也起到很大的作用，所以对我们的很多的这个身体的效应呢产生一连串的这种激素的反应，所以它是一种一种激素的前提啊，负责增加肠道对钙磷镁的吸收哈。那这个是维生素 D3， 是我们加了第五种哈。那 D3 它的功效有这么多个哈，促进骨骼这个牙齿的健康，强化免疫力保护大脑，那在小肠呢促使钙吸收，维持血钙磷的这个浓度那我们钙在身体有血钙跟骨钙两种形式那这个 D3 呢它如果过多它会存在骨头里面，那骨头那个血里面如果 不够的时候，它就会释放出来到这个血液里面所以它还可以调控胰岛素的浓度，控制糖尿病，好，协助肺功能，强化肺泡功能啊，防止这个癌症相关的基因表现。那你如果这个钙不足，D3不足，你还会抽筋嘛？这大家比较知道这个常识哈。那接下来就是它可以保护心脏血管系统，强化这个细胞的含氧量。那我们除了晒太阳以外，就从食物中摄取。但晒太阳跟食物中都没有办法做到的时候，我们就要补充膳食纤维。那我们现在有D3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紫檀奇跟藻蓝益生菌都有哈，那大致跟各位讲一下哈，如果你长期缺乏，就有这六大症状哈，容易生气啊、生病啊、骨质疏松啊、皮肤干燥、血管心血管疾病啊、肌肉无力啊、情绪焦虑这个。那成人如果长期缺乏的话哈，肌肉无力或是软骨症哈，甚至癌症、失智，这有可能哈。那小孩子的话就有佝偻症嘛，小孩子就会太矮小哈，或是过敏，或是学习力很差哈，等等的哈，反应差这样等等的哈。好，第六个哈，我们就加入这个高效能的这个锌，就刚我讲的这个哈，跟龙沙公司所Lonza 公司所这个购买的这个品牌锌哈。那锌是人体的微量元素哈，可以说是无处不在。但是我们人体只有身体里面含量只有2到4克啦，但是这个我们一天哈，成年人的建议量是15毫克，那女性大概是12毫克，所以还是不足，还是要靠外来补充哈。那锌呢，如果说锌不足的话，有时候在男生表现上面就是生育力比较差。好，那这个锌在身体的利用吸收率啊，如果很低的时候呢，它就很容易受这个茶或，所以我们吃这个紫檀奇的时候，你如果要喝茶，你最好分开，不要一起，不要吃完以后又马上吃这个。
好，所以呢，我们这个锌呢，人体因为没有办法合成哈，你选择这个高效性的这个紫檀烯，而且还有其他那么多成分在里面哈，是相当值得的哈。所以哈，这个我现在哈每次介绍这个，我都觉得说，哎，这个是太好的一个产品哈。那我们这个锌加上蛋氨酸啊，蛋氨酸是什么？给各位看一下，在台湾蛋氨酸是一种食品添加剂哈。你看它来申请的用途是营养添加剂哈。这是给大家参考一下哈，蛋氨酸到底是什么？进口过来的话都是这样子哈，用这个来做食品添加剂的哈，它的用途哈。那蛋氨酸呢，它的学名就是甲硫氨酸，是一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可是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合成，只有从食物中摄取。那蛋氨酸有分两种，一种是 L 型的，一种是 D 的蛋氨酸哈。那但是我们身体只能用 L 蛋氨酸来制造蛋白质。好，所以我们常常把这个 L 蛋氨酸放在营养食品或者是保健食品里面去一起吃。好，所以我们这个品牌锌为什么加这个哈？这个呢，我们有蛋氨酸的话，可以对人体对这个硒哈和锌的吸收。这个硒呢，啊，我们其实硒的吸收，硒还有一个叫做什么癌症杀手的啊，蒜里面大蒜里面有很多的硒。但是你不可能一天要吃5公斤的大蒜，你才有得到可以抗癌的效果，所以还是要靠补充。但是如果你有吃这个蛋氨酸加在里面的时候，它可以帮助这两个微量元素的吸收，哈，好，进而它这个蛋氨酸它也改善肤质，哈，可以有锁水保湿。所以为什么吃完紫檀烯的人，他觉得他的脸好像比较光滑、比较细致，而且感觉像水水的，哈，其实是蛋氨酸的功能，哈，也有一部分在里面，哈。而且它可以维持新陈代谢，帮助身体排毒哈，进而保护细胞免于受到污染物的，像这个重金属铅啊、汞的侵害哈。那中医把这个蛋氨酸用在解热镇痛哈，啊，还有对这个中毒引起的肝损伤有很好的缓解作用哈。这个是蛋氨酸。那如果我们锌一直在缺乏哈，有这么多的坏处哈，大家看一看，味觉减少啊，嗅觉减退啊，免疫力下降，容易感冒哈，那肠胃系统也比较不好，慢性腹泻。那指甲常常出现白斑的，或是皮肤很干的，它的可能很可能你吃这个紫檀烯会好一点啊，容易掉头发的，伤口愈合很困难的，哈，小孩子很矮小的啊，你怎么教他，你怎么觉得他老是很笨的，教数学老是没有办法联想，没有办法举一反三，你可以给他吃这个紫檀烯，每天吃一包试试看哈。那孕妇如果锌很低的话，她可能胎儿会患自闭症的风险哈，会比较高。那锌缺乏也会记忆力比较差，那男生呢，容易就是性欲缺乏，那也很可能因为这样子精子的数量会减少，如果你锌不够的话，所以很多人为什么说性功能不好，他们会吃海鲜，因为海鲜也含有很多锌哈，而且锌不足的话，会常常会觉得自己很忧郁啊，所以很多抑郁症的人为什么可以吃这个？你吃完紫檀烯会觉得心情比较好啊，这个它有这样的功能，因为含了这个锌在里面啊。好，这个锌的20大健康功能，大家可以拍照哈，做一个参考哈。那这个呢，也是一些文献里面的哈，包括你看哈，它可以治疗痤疮啊。你如果说你脸上有烂疮的，你吃紫檀烯哈会改善哈。那啊，包括你这个伤口老是不会好的哈，还有常常感冒的，还有你的这个不想打胰岛素哈，已经在吃药，已经糖尿病一直恶化到快要打胰岛素的那一种的哈，你要赶快来吃。但是哈，我们这个是保健食品，不是药，你还是要慢慢的，医生说可以调降再调降。有的那个会员哈，他是吃了我们的保健品，他直接把他的药停掉哈，不行这样子的话哈，对你的身体的这个会很危险，因为要让医师评估，因为不知道你的吃药吃到了什么程度了哈，所以这个也有改善这个呼吸道。就上呼吸道感染，像感冒的这个功能哈啊，维护大脑健康、优化记忆等等哈，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再来哈，我们的这个免疫包一共有刚刚有讲到嘛哈，这个免疫包有接骨木哈，接骨木呢，它可以有效的缓解压力、抗炎、保护心血管系统哈，对于流感很有效果哈，所以呢，它是所有的植物当中哈。愈合度最好的，就是说，有伤口容易愈合的这种，等于是说，草药里面它的接骨木、莓果是最好的植物中最好的愈合性的哈，可以增强一些伤口的愈合。好，那也加了这个第八个二水槲皮素哈，它又叫做洋葱素，是黄酮类的这个化合物加种
家族中最重要的、最有利用价值的一个可以作为药的一个成分的哈。所以呢，它在那个营养素中呢，也是一个天然的抗组织胺，可以增强免疫力哈。它胡皮素它是一种天然的抗组织胺哈，它可以作为抗氧化药剂，也可以作为抗炎药哈，甚至抗过敏的缓解剂。所以有人鼻塞鼻炎早上起来会过敏的，你也可以试试紫檀奇，因为它加了这个二水胡皮素，可以缓解过敏的症状。再来第九个，我们有加紫锥菊。紫锥菊是抗生素还没出来以前，在欧美北美的这个数百年以来最受欢迎的药用的草本植物，因为他们认为这个紫锥菊是像抗生素那样的效果，它可以对抗感染，所以紫锥菊到现在，也用在感冒或是流感上面，那甚至德国的政府它和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它都把这个紫锥菊，认定说它是一种药用植物。那紫锥菊呢，它其实被推荐，而且被研究证实的功效它有三个，像它可以治疗普通的感冒，它可以降低，复发性呼吸道感染及并发症，这个就是一直感冒的那一种，复发性的呼吸道感染就是一直感冒那一种，所以它对感冒很有效。好，那第三个它可以有益自身的免疫性的这个葡萄膜炎，就这个葡萄膜炎讲的就是那个眼睛，红彩炎。如果，你常常眼睛莫名其妙就发炎了，你可以吃紫檀奇，因为它里面的这个紫锥菊呢，它对那个葡萄膜炎这个红彩炎红眼睛像兔子这样子，有帮助，而且这是有文献研究报道的。所以对这三个，普通感冒或者一直在感冒一直重复感染的，或者是眼睛的红眼睛的这个，这可以吃吃看这个。再来第十个，加了阿拉斯加的野生蓝莓，那这个蓝莓大家比较熟悉，因为它有花青素啦，黄酮素啦，它里面也有紫檀奇，所以我们的紫檀奇有一些萃取是从阿拉斯加野生蓝莓来萃取的，那蓝莓它有很多功效嘛，减肥养颜美容，这有十大功效，大家可以看一下，改善睡眠增强脑力，这个防治便秘，那这个有人说尿道炎就要赶快吃一点蓝莓或蔓越莓，有没有，它就可以抑制尿路感染，增强免疫力，护眼抗癌，防止，心脏病等等。第十一个呢，我们加入玻尿酸，所以有的人呢要去打玻尿酸的，或者是脸上有觉得想要打玻尿酸让它蓬蓬的，我就可以吃这个，就是透明质酸。那这个玻尿酸呢，它几乎存在我们的身体体液的和组织中，到处都有，像皮肤、肌肉，滑液囊啊，或是眼睛的这个玻璃体啊，还或是软骨，那这个玻尿酸它在我们身体里面除了，有一个弹性以外，它还会产生一个支架的效果。所以为什么我们关节炎到了磨损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啊，你觉得走路会痛，因为你没有支架的效果，你没有被撑住了，因为磨损了嘛，所以玻尿酸还有几个很重要的生理功能，譬如说它可以细胞的粘附力，细胞运动性或是细胞的分化增殖，以及，提供我们这个组织力学的性能等等。所以玻尿酸它不只是可以让皮肤光滑或是有弹性，它还有一个支撑还有粘附运动的这个效果，所以它对我们很多的这个体液、皮肤、肌肉都有需要，所以研究里面也有说到，玻尿酸它的好处，有这么多，有八个，你看，糖尿病啊，这个糖尿病足的意思就是说糖尿病的末梢循环脚的地方它比较不容易好，那如果说你有补充这个玻尿酸的话，你这糖尿病足所产生的这种感染或伤口它比较容易好，然后这个有润滑的作用，那有淡化皮肤细纹的作用，那有这个有改善鼻窦炎，改善干眼症，干燥症，干眼症有很多人有干燥症的，口干舌燥那种或眼睛干的，改善这个食道逆流，有益这个牙周病，改善尿路感染，膀胱炎，那玻尿酸，旁边这有三个图，给各位看一下，玻尿酸它可以，到身体里面的口服玻尿酸，它吸收以后它有四个地方，它在从胃以后胃进去胃的时候，它不会被这个胃酸破坏，玻尿酸这个东西它不会被胃酸给破坏，那到肠道以后它就分解吸收，那到15分钟以后它到血液里面就可以侦测到，两个小时你的皮肤就会可以侦测到，那关节也是两个小时以后就可以侦测到，所以它是经过胃，到肠道去吸收的。
好，那玻尿酸呢，它改善关节炎，它的机制就是它先跟我们的细胞里面呢，一个分子哈结合，那个分子呢，可以这个叫 TLR4 的这个结合以后，它会减少发炎激素的产生，好，那就会影响我们痛觉神经，减少这个痛的痛，我们它可以抑制我们的痛觉神经，那就达到这个我们这个骨细胞增生。产生软骨素、胶原蛋白，我们的关节就不会那么痛了。哈，那对于皮肤呢？它是先刺激纤维母细胞，再刺激产生玻尿酸，再帮助皮肤把水分留住。哈，这有一些机转，大家可以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哈。这是我们加入的第11个哈。那第12个呢？到最后21个呢？哈，12到21，一共有10个，都是水果。水果主要强调是抗氧化哈。那蓝莓哈，我们家的蓝莓、蔓越莓、葡萄、巴西莓，还有枸杞，这些呢都是抗氧化的效果居多。那这中间也有讲到哈，这个譬如说蓝莓，它是类黄酮多酚类的哈，它就是高抗氧化的食物哈的水果。那这个蔓越莓里面也是有槲皮素哈，它是保护心脏血管。那葡萄哈，葡萄大家很熟悉，白藜芦醇里面也很多哈，那也是抗氧化的哈，那可以预防血脑。疾血血脑血管的心血脑血管的疾病哈，那也可以哈，降低人体的血清胆固醇的水平哈。那巴西莓它有一个超级水果的这个名称啊，因为它抗氧化哈的这个功能很强哈，而且它呢有含一些电解质和矿物质、氨基酸，还有人体的必需脂肪酸在里面，所以它被这个欧美国家称为超级水果哈。所以巴西莓它其实很贵哈。那枸杞呢是我们中国人。历代以来的这个很好的一个养肝明目、养颜美白的这个美白养颜的这个很好的一个中药材哈、那也可以改善有助于改善我们的这个免疫功能哈、延缓衰老哈、这个是前面16种，那第17种就是樱桃哈、这里有樱桃、石榴、西柚、芦荟叶和这个 EGCG 哈、这个是。绿茶的提取物茶多酚，那像樱桃，它也是抗氧化剂，也是类黄酮的一种哈，会产生这个抗氧化的功能，对免疫系统有很大的帮助哈。那石榴它是因为有这个里面也是抗氧化的成分是红酒跟绿茶的3倍，可以清除自由基。那西柚里面的维生素 C、B 啊、铜、锌、铁这个微量元素就比较多啊，它跟身体的共同作用以后，也可以增强免疫力哈。那芦荟叶呢哈？这个芦荟呢，它其实含有这个促使细胞再生、伤口复原的成分呐、像有一些烫伤的、灼伤的、晒伤的，像我们去海边玩晒伤，有时候会擦芦荟膏，有没有？或是拿芦荟的这个什么芦荟的这个面膜来敷，有没有？有安抚神经的作用，具镇静的效果，也且可以抗发炎和抗炎等等哈。那绿茶我们就以前在这个。是我们的那个脑力见里面就有介绍过哈，它有很多功用哦，包括它还可以减肥，还可以调节 T 细胞，那可以在这个调节的过程当中呢，增加我们的这个新陈代谢的量哈，所以这个是我们一共你看一包小小的一包有21种的成分在里面啊，真的是非常多。那第二个大部分我们讲到哈，我们的这一包悬浮凝胶技术呢。好，除了用悬浮凝胶技术，也叫做异相疏离悬浮技术，来制造，还有一个小分子纯化技术，用这两个技术来制造这一包，我们的紫檀棘，这个焕活饮。第三个呢，我们这个产品细节，这个紫檀棘的一盒一共有三十，一盒也有30包，每包有30cc 哦，是液态悬浮凝胶状的。那每天呢吃1包到2包，任何时候都可以。如果你有那个胃酸的问题，有肠胃道的问题，你最好就饭后吃。如果你没有那种胃酸的问题，因为它有水果成分，有的人会刺激胃酸分泌，它会胃食道逆流。如果你的胃是这样的话，你就饭后。那如果没有的话，你就饭前，饭前吃，饭前吃。但是吃完以后呢，最好15分钟以内先不要喝水，因为它是口腔黏膜吸收，所以希望呢能够摆在口腔里面的时间大概10秒到20秒。你可以吃了以后，你可以把你的舌头卷起来，因为那个舌下有2条静脉嘛，有静脉丛。那你把你的舌尖呢，舔到你的那个舌侧面啊，或是上颚、下颚，还有那个颊侧面这边，你都把它舔一舔。那一般的话，你就是停留10到20秒，你再吞下去。
好，那要到十五分钟再喝水，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喉头跟上消化道这边也都有黏膜嘛。好，只要不到胃酸的地方，它都有吸收的机会，所以我们大概就是希望能够十五分钟以后再喝水，效果会比较好。那十五分钟以后，你可以大量喝水，帮助它代谢循环。好，那我们这个每一罐都是美国原装进口，那保固期大概刚做出来是2年。好，那每一个保固期在盒子的这个背后这边都有写，盒子这边背后都有写。那放在阴凉的地方，不要晒太阳哈。然后使用的年龄建议六岁以上都可以吃，六岁以上都可以吃哈，非常的高性价比的一款产品。可是我们只卖139美元哈，折合新台币哈，大概3800哈，加了21种东西，然后只卖3800，我都不知道老板要赚什么哈。那我们都知道哈，研究有说明，我们这个口腔黏膜吸收比静脉注射的效果还要高哈，高达这个95%的吸收率。所以口腔黏膜呢，你不要一吃就吞下去哦，可以含一下子哈，大概含个20秒哈。像我都含个20秒，然后我会稍微漱一下哈，就好像漱。当然不是很用力的，像刷牙漱口这样，但我会漱出一些小泡泡，让它跟那个口水融合一下，然后它就会融在你的嘴巴里面。好，这样子你的可以帮助你的黏膜去吸收它。好，那这个呢是我们的产品的部分，好，产品的细节部分。好，再来，这是我们的权威认证哈，它一共哈有这个6个认证哈，清真认证哈，那清真认证大家都知道要合乎它的清真法规也是相当严格的哈。那这个是美国生产制造的哈，没有假他人的这个之手哦，也没有贴标，也没有代工哈。我们所拿到的都是美国原厂正货的哈。再来，我们这个是有CGMP 的法规认证的哈。那是现行的生产质量管理的哈，C 就是现行的法规哈，认证的质量管理的，还有非转基因认证哈，是自然加工的，没有转基因培育的哈。还有这个把麸质也去掉了，所以麸质过敏的人都可以使用。好，再来一个是严格的素食认证哈，没有任何来自动物的原料的一个认证。那这个都是国际的权威认证哈，在我们的这个官方网站里面也都有哈。那这是我们这个紫檀奇哈今天的介绍哈，也过了很多时间哈，谢谢大家时间哈，这是我今天的介绍，谢谢。非常感谢温迪老师对我们这个紫檀剂啊，从原料到价格，再到证书，再到功效，全方位的认证，已经是非常非常详细了。这个 PPT 做的。